接下来就是把拳馆安入轨道，小心别把同步带夹住，要把它放入导轨里面。把轨道塞入机盖盒，可以拿胶锤敲一下。另外这一边也是同样的操作，轨道进入机盖盒的时候要注意同步带不要夹着。这个时候把盖盒两边的这颗螺丝松掉，然后把盖盒掀开，装入轨道挡雨板。另外一边也是相同的操作，接下来在任意一边在拳馆卡扣位置把同步带打个结绑紧。然后把同步带拉得感觉紧的时候，在卡扣位置打个结固定，再到另一端把同步带解开，把这边也拉紧，然后打结。拉紧同步带可以使布绷得更紧，断定够不够紧的方法就是滑动黑管，弹簧比大概黑管短 10cm 到 20cm 左右，然后拉开黑管检查两边的同步带有没有扭曲。检查两边轨道同步带无误后，插上电源启动产品。然后给产品打对角线，然后打开机盖盒，放入拳馆上盖。用胶锤把拳馆上盖和机盖盒轻轻敲一下合上，然后把机盖盒两边这个部位螺丝锁上，锁紧所有螺丝，把底轨稍微抬起来一点，在底下打结构胶，最后再展示一下共用底轨安装。准备在旁边拼接第二套的时候滑入滑条片，谢谢观看。